振兴三大球，打好足球翻身仗，必须强基固本，厚植人才基础。我们要沉下心来，从娃娃抓起，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，用好市场机制的活力，推进校园足球健康发展，促进青少年足球人才规模化成长，夯实后备人才的基础。我们要从基层抓起，积极支持培育青少年足球俱乐部的发展，在政策、经费、人才等方面给予社会足球更多的支持和保障，促进社会足球和职业足球良性互动。我们要从基础抓起，不断完善足球竞赛体系和职业联赛体制，畅通优秀苗子从校园足球、社会足球到职业足球的成长通道，让更多的优秀后备苗子培养出来，输送上来。在抓好后备人才的过程中，我们要坚决摒弃急功近利的心态，一步一个脚印的打造后备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路径和通道，久久为功，振兴中国足球。谢谢。